静玉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对你的心意是永远袂改变的。你千万唔通受到卢家凤还是温瑶哥影响，就怀疑咱做伙的决心。静玉，你要顺着你上当初的心意，继续走落去，好吧？其实拢是我的问题啊。 我当初找回我真正的身份了，讲实在，我嘛需要适应啦，所以唔才想讲，敢会当请你给予我一挂时间，莫逼我这么紧就跟你结婚，好不好？哦，我知影，我袂让你有压力，做你放心。 静月安尼反起反倒，一定是受到罗家凤影响。 等下去旋转木马遐，趁气氛袂歹的时阵，我一定爱想办法甲静玉求婚成功，较免当面交棒。其实吴信贤万不知出什么伤害我的代志，伫个哥甲罗家峰调查出某日前车祸真相进程，我再搁私底下观察一下，看吴信贤对我的感情是不是有其他的目的，安尼应该就会用的。 想怎请来停来？头前可能有人伫做工程啊，啊，咱改为别条路行。我来问看卖。歹势啊，头前是袂当行是毋？头前咧做路，啊，对这条行，这条会当接去原本一条路。好，我知影，多谢哈。好。 迄敢毋是静玉，伊出院啊，吴信贤敢毋是出来做个行行者，换一个环境，对伊个心情嘛较好啦。这是什么状况啊？敢是有问题？ 请教一下哦，你怎啊咧创啥啊？啊，你摆啊，毋是囥道路封闭，啊，即马甲刷开啊，啊，是毋是头前已关工啊？哎，啊，即马什么情形啊？敢毋是金鱼已经失格啊？什么时阵奈无讯号啦？ 赶紧提起金玉！他恁来啊，先过这条产业道路，后壁遐路就较平啊。我不要紧啊，你专心开车就好啊。 是安怎？车内搁停个？头前敢若有树啊，倒伫路中诶，甲路砸着啊。那安尼啊，拄则迄个人敢毋是讲即条路会通诶？我先落车去看觅，看咱车是毋是会通过。你伫个车顶等我。哦。 这条路敢若会当行？叫我把这树仔扫走，应该就会用的。你稍等我一下。哦，你家己较细只哦。
我车那停在路边，怎样行啊？怎？行了，小姐。没有接人。哎呀，根本是有人。这回车会搬来上干嘛？不是罗家凤为着要保护我，把我车给搬来。罗家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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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有听到我的叫你吗？罗家凤，你别惊我了，你要紧无？你赶紧清醒啊！罗家凤，罗家凤，姐，你不太记得啊？你有刀医跟我听的吗？我应该是无受伤啊，所以我不要紧。难道是你？你敢想着要保护我，把我扔掉的，把我做伙搬落来呢？你的状况哦，一定比我严重搁较侪。啊，你嘞？你有刀的艰苦，无刀的受伤哦。本来有代志啦，保护你嘛是我应该做的啊。你无代志就好啦。赶紧打电话，看什么人要跟咱救。哎呀，我的手机啊，在你车顶啊！啊，我也不是嘞，我的手机啊，跟包包拢放在吴先生的车顶，现在是变怎？啊对啊，吴先生，伊应该是无甲咱做伙搬落来啊，那恁伊应该替咱去找救兵对不？啊，是讲咱的运气恁真歹啦，无代无志拄到山石落落来。应该能确定是有人想要陷害靖宇，也是有信息。啊，不过也是先别讲出来，较免让靖宇感觉真不安。罗家凤，你有听到我在讲话无啊？你都唔敢应，你是在想啥？有啦，我是伫想讲，咱要行倒一个方向，啊，才会当找到人来甲咱斗相共。你敢爬起来？应该是会当。阿星，来。哇！我即摆啥物拢看无啊！你若决定要行对倒位去，我就对你啊。即摆较袂紧张啊！有你伫咧，我当然嘛袂紧张啊。只是讲，
你为着要保护我，教我咱呢做伙爬落来山坎，我真正感觉足感动，足感谢你的。也毋过，我嘛感觉足歹势。你是要歹势啥？五年前迄条车祸，你嘛是第一时间保护我，这就表示讲咱两个互相信赖，拢是上重要的。甚至会当爱到替对方去死伊拢顶多。原来过去咱两个感情有遮尔深，爱到会用爱替对方去死。静怡，我跟你讲遮，毋是要增加你的负担，我只是想要你知影，你对我莫有另外歹势感觉。我是欢喜甘愿为你做任何代志，啊！那是你归家。小蛋，我来闻到花味啊！你是不是骗我啊？你受伤了对不？啊！你刚才到静怡，小夸小娘，我无代志啦，我估计在一边。刚真正是小夸小娘，你无骗我。当然啦、啊，我怪保护你离开家嘞。奶奶，你要答应我，小蛋离开家了，赶紧找一间诊所，咱把你的工作处理好势。啊，若无我无得放心。好，就照你的意思去做。奶奶行哪找？安尼敢明？嗯。咱明明就是说叫要害吴静玉的，要阻止甲信贤订婚，啊哪会连罗家峰拢看看你白？我的人是甲回无讲，是罗家峰家开车带因去到遐的。伊哪会答应啊？还是讲已经发现是咱说叫的？无可能啊！刘俊公伊真正有发现啥？飞弟甲吴金玉已经做伙爬咧山坎嘛，无得卡，早就互石头底甲脆糊糊啊，死人是袂讲话。你敢有确定已经死啊？我已经叫我的人去遐找啊，应该真紧就有消息吧。喂，状况安怎？啊？我知啊。我等你过去，跟恁会合。安怎？因讲伫山坎下，刚看到花，无看到伊个人。无看到伊个人？那个表示，真有可能还阁活嘞。那是罗家峰，发现是咱设局的，再去甲阮爸斗，阮爸是绝对袂原谅咱的。你是要安怎？对遐远的所在下落，无死也半条命啦。而且吴景玉看无，就准讲要走也走袂远。我甲我的人去后边找看卖。因为你甲伊是我会用一世人守护的人，天崩落，我会替恁担。我绝对袂让你有代志。